大家好，我是六小龄童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间王金禄老师离开我们整整六年了，我们非常想念你。祈愿王金禄老师在天上一切安好，艺术薪火相传。王金禄先生是我心目中的神，他可以称得上是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，又是我们的武生泰斗，对我们这些后辈一直是支持和提携，我们绝不辜负他的希望，我们一定要把京剧的武戏传承下去。愿王金禄先生在天国安息。敬爱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、一代宗师王金禄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，您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无私的付出令我没齿难忘。不管酷暑严寒，只要有我的演出，您必定亲临现场为我把关鼓劲儿，使我受益匪浅，心怀感恩。愿您在天堂依然潇洒地舞动着大腔，高唱着您钟爱的挑花车，我们永远怀念您。尊敬的王金禄先生您好，转眼间您离开我们已经有数年了，作为武生后辈非常的想念您，我也代表千岛市京剧院希望您在天堂一切安好，我们一定会继承好您的艺术，把京剧艺术发扬好传承好。今天是王金禄老先生逝世六周年的日子，您的艺术成就和高尚的品德记忆犹新，永世难忘，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。怀念恩师王金禄先生，特别感谢王金禄老师在我艺术上的教诲和点拨。金禄老师，您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六年了，您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，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。尊敬的王金禄老师您好，光阴荏苒，一别数年，甚念祝您在天国一切安好，薪火相继，京剧文化源远流长，晚辈祝您诚挚的祝福。王金禄先生你好，愿你在天堂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。我是孙玉坤的孙女，孙元坡的女儿，我叫孙仲荣。时光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转眼间王金禄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，我们都想念您。2016年您为我题字，并于5月5日参加我的猴年画猴王画展时的情景历历在目。先生，感恩您对我的支持、提携与鼓励，祈愿您在天上安好，您的艺术薪火相继。王金禄老师您好，一别数年，非常想念您，希望您在天堂一切安好。加拿大中华瑰宝艺术团梁天志怀念王金禄先生。
我非常崇拜王金禄王大爷的为人和艺术，感谢王大爷对我们的恩德。王大爷已经离开我们六年了，王大爷，我想念您啊。王金禄先生，今天是您离开我们六周年的日子，我们非常的怀念您，我们对您的怀念将与日月共存，我们对您的怀念是没有终结的，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。这是您舞台生活的剧照，是您当年赠送给我的，还有您的演出剧本，也是您当年赠送给我的，我始终保存在身边，并不时地翻看学习。王金禄爷爷，时光荏苒，愿您在天堂安好，后辈薪火相继。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快六年了，我有时候时常想起王老师和我的师母，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真是非常多的东西。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《跳花车》中有一个台词，其他的老师和艺术家们都念大都旗，我们也习惯了听惯了这个大都旗的念法，而当王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字念大道旗的道的时候，我有点迷茫了，这多别扭啊！我就去查，查遍了词书，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它只有一个读音，不是多音字，它就念大道旗。所以，这一字之诗，我终身难忘。师父离开我们转眼已经数年，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是他的音容相貌始终留在我们心中。每当想起师父给我说戏的情景，历历在目。师父，天堂安好，永远怀念您。师父，一别数年，弟子王平时刻怀念着您的慈容，牢记着您的教诲。愿您在天堂安宁，弟子也会牢记您说的先继承后发展的嘱托，在戏曲代际相传的过程中极尽微薄之力。师父，一别数年，时光荏苒，希望您在天堂安好。
今天是2022年6月1号，师伯王金禄逝世6年整，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，您的艺术我们会代代相传下去。今天是京剧前辈艺术大师王金禄先生6周年的忌日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缅怀和思念王金禄先生。先生不管是从艺术上还是为人上，都是我们青年演员永远学习的榜样。希望先生天堂安好，后辈薪火相继。今天是王金禄先生先逝6周年的日子，作为晚辈，能够在今天对于我们前辈的艺术大师寄托敬意和哀思，我感到十分的荣幸。那么作为王展云先生的学生，我也斗胆地称您一声师爷爷，希望您在天堂一切安好。借此机会，我也希望对我的老师王展云先生寄托一份衷心的祝福，祝福他健康长寿，也祝愿我们的京剧艺术能够薪火相传，再创高峰。今天是武生泰斗王金禄先生先逝6周年纪念日，我们缅怀先生，愿先生在天堂一切安好，我们一定继承先生之记忆，更要继承先生对武戏艺术执着的精神，不负先生在天之灵。今天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、武生泰斗、戏曲教育家王金禄先生6周年忌日，我们对先生缅怀与思念。先生将一生奉献给了戏曲事业，为京剧艺术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泰斗虽逝，风范长存。今天是京剧大师王金禄先生逝世6周年忌日，愿花响逝者，春暖思人。希望先生天堂一切安好，后辈薪火相继，源远流长。王金禄爷爷已经离开我们6年了，与他老人家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经常浮现在眼前。感谢您对我的关心与帮助，我永远怀念您。今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王金禄先生的6周年忌辰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，我们一同怀念王金禄先生。6年前的今天，王金禄先生离开了我们。尊重师恩，常怀感恩之心，望一切安好。曾有幸与展云老师学习过许多经典剧目，薪火相传，精神永在。金禄爷爷您好，转眼间您已经离开我们6年了。您的为人，您的艺术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，徒孙无以为报，唯有发起此次活动，徒孙这儿给您鞠躬了。还要感谢诸位老师，诸位朋友们，感谢，我在这儿替展云老师，感谢大家。